清明时在气温多病苏黄黄疾旺盛疾病。现在是持着监督管理的提醒，多调摄多好近年一高提的天气条件的河风、过掉凉坡等湿米风以及泡发的冷热白热等疾病，用过手也得给大包孔污染热酸性米加孔生特殊，前后引发米加孔生特殊东德的风险增大。下米加孔生今日该东德又地出症状，大家又得做你何方呢？今年三月中，中国台湾一个庙会宝林殿是个数只餐厅发生集体东德事件，到底两人挂上衰极死亡，十四人东德，至今仍有党政者来抢救。虽然确切的东德原因尚待查明，但有卫生认为罪魁祸首很可能是这一只校曲就能够抵挡于死地的米加孔生。到调查地区，人们也普遍养殖河粉、炖粉、蛋生粉、粿条、米线等湿米粉，以及泡发的硬子、麦子等食品。不过，一顿天气多变，至少食材用过腐败变质，今日发生米加孔生。前面到这样的时候，需要十分小心。木耳啊，你们放的比较久的话，而且比较干的那种，一般都是先给它泡个一个小时，泡个一个小时左右，然后才去煮嘛。一般不会说吃不完，然后就隔顿的。看到那些新闻报道说这种菌类的话，有可能会产生一些毒素啊。米粉的话，就是要就封口保存嘛，就不要敞开，就是一般生活中就是这样子做。因为有以前有报道听过说这些东西如果是隔夜的话可能会中毒，是不是有这种现象啊？所以我们都是比较小心一点。米加孔生特殊是亚德的大包孔加米米亚症的主要特色推射酸物，也是引起节目东德甚至死亡的关键因素。米加孔生对热稳定，经直白度指腹和高入拼音也不便被破坏，是引起节目东德并导致接人者死亡的主要原因。酵菌酸的话，它是无色无味的，一般在食物中我们是难以察觉，就是即使我们平时煮到100摄氏度或者是高压烹饪的话，都是没有办法破坏它的一个毒性的。就如果即使我们把它做成任何的食品或者何种加工烹饪的一个方式的话，它我们进食后依然还是会引起食物中毒。人们认为就是煮沸了，100摄氏度了，我高压烹饪了，以为它的毒性就破坏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据介绍，用过到底米加孔生东德的疾病主要有三类，一是各类发酵疾病，如发酵玉米面、酸汤子、煮玉米汤圆粉、玉米淀粉、发酵竹小米、雕浆粑、糍粑、粗粮粉、湿米粉等。二是变质青黄子和泡发不当的变质麦子。三是发酵脂类疾病，如白磷脂红雕、甘脂米、酸藕点红等。像我们中毒产生的现象，一般它的时间窗是在30分钟到12个小时之内。那么一般病人的话，轻微的症状，就像我跟你讲的消化道症状，恶心呕吐啊、腹泻腹痛啊。但是这个毒素的话，是对我们的肝、肾、脑会产生非常严重的一个毒素的作用。一旦产生非常严重的毒素作用的话，你像肾，我们最严重的毒素作用，它会产生一个急性功能肾功能衰竭。那么对于脑的话，昏迷不醒，意识不清。那么对于我们肝的话，出现一个肝昏迷，甚至呼吸衰竭的情况。那这部分病人的话，他甚至有可能出现死亡的情况。卫生提醒消费者，到选购河粉、粿条、米线、凉皮等湿米粉时，一定要选到正规渠道。并根据产品原包装上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储存条件等信息，行调查台是否符合包装标示要求，明晰所购产品的生产厂的生产日期、保质期等关键要素。食米粉要低温储存，而且要到一个保质期来吃了。比如说，不管是在自己家里面做一些，比如米粉啊，或者这些啊米面这种谷物发酵类的食品啊，那么我们一定要保证一个干燥通风。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避免接触一些湿润的土壤。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容易造成一个米曲菌素的产生，然后从而造成一个中毒的现象。那么关于一个
木耳还有银耳的问题，因为这个在大部分情况下我们从正规的途径购买的一般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二点，还有一些变质的木耳，那么我们怎么去判断呢？一般比如说我们的木耳一般是泡发的，在泡发的过程当中，如果木耳泡发之后它还出现一个成团的现象，它不分开，没有弹性，甚至出现一些异味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那这个时候有可能它已经出现一个变质了。卫生提醒，如果出现抗衣类美甲孔生东德症状，就立即就诊。广大市民如果怀疑自己发生米酵菌酸中毒的话，应立即就是食用可疑的停止食用可疑的食品，尽快的一个催吐排出胃内容物，然后减少对我们机体一个损害，并及时送医治疗。因为米酵菌酸中毒的话，它没有特效的一个治疗药物，只能做一个对症的一个治疗。同时呢，患者就是中毒患者的话，应该保存剩余的一个食物，还有他的呕吐物，以便医生去确诊是否发生了米酵菌酸的一个中毒。多谢此等参照需过界历史空间，今日独掌成为直整先调料。指出空间虽因面积不大，疗病会革命提供向外帮送界可调所，有助于改善城市环境。近期，检索街道大家社区做两下爱心检验，将湖堆路界直偏荒地变成绿地，为招兵革命提供了更多加盟靠界向外空间。湖堆路旁未开河水静静流淌之过，河旁绿地顶路径奔跑嬉戏，大人自在散步，树荫下老人向外聊天，非常舒服。打出来你可能不相信，这片为湖堆路67块的绿地都不古在，或是一片荒地，甚至有人到这个多镜头开土，环境较为脏乱，为每块环境消毒卫生死角。后来登记街道社区这个活动黑区热心纪念对该地增加建设。这片地呢，原来是一块那个废旧的空地，总面积呢是2827平米。后面呢就是我们街道发动这个热心企业修建了这个公园，种植了这个黄花风铃木，还有这个三角梅、灌木、草皮等。定期的我们会进行浇水，还有这些大理石凳，为我们社区呢增添了一片生机勃勃的底色吧。这片绿地建设完成后，不仅美化了城市环境，也将招兵革命给了一个一些山坡向外有那个好去处，生活幸福感大大提升。刚刚走出来就高嘛，那到就整整波事，早早晚晚就出来推推一下，加运动一下。刚刚有绿化，噶有好向外，噶好做来做去，么就提供了好大个方便。平时往就垃圾老家名读字的时候，了教往名上班的时候就会叫老家过来。了就来一个么就坐老家就神欢庆，了教往吹泡泡，了就坐遐，入住来妈妈做下来就么遐食配了个遐食蛋米个，就个各帮也有遐只坐遐绿植也是挺好的，了往住来一个么闲凉啊，是乘凉拢是袂忙个。现在这个建了这个公园以后呢，这上面可以直接走到这个大地上来。我特别是晚上他们出来散步反响是非常好，第一呢可以直通大堤，第二呢这个灯亮起来，他们一直说啊这个叫修建的非常好啊，反应都很好。接下来这片河旁绿地将会经直播完成，提升绿化效果，为市民提供一片宁静和谐的生活空间。接下来我们社区将配合我们街道，在这个公园向这个沿岸再种植200棵黄花风铃木，同时呢，这个大堤上从这个路边一直到那边，将近200米，也是继续种植这个100棵这个黄花风铃木，为我们城市增加点绿量吧。近段时间，电影英国提速环保，直路走翁。外国在电影检讨青年英国队，更是英雄在往辽宁沈阳开展跨省响应，为当地全面群众向上正中介调山英国部，促进南北文化交流。受沈阳文旅部门邀请，检讨青年英国队如期赴约，这期由18名优秀队员组成的英国队，在往沈阳传闻万达广场表演英国舞，让当地市民更隔离面对面观赏到东华江舞的独特魅力。
这次我们去沈阳演出，两天演出，我们全部一天六场，全部演了十二场。我们在那边上演了《双人出海》，也同时上演了我们京普莺歌舞的特色《斗鼓》，对，就是舞锤者与打鼓者之间的斗智斗勇，对。然后我们还在那里上演了《拜锤》，向沈阳人民、向当地的观众进行了最高的礼仪。英国舞集戏剧舞蹈武术于一体，是潮汕地区直政府独特魅力及龙九地方色彩的民间舞蹈，到辽宁沈阳可谓难得一见。金浦请你英国队的电影，是个当地市民的热烈欢迎。赣州并置江灿有力的精彩表演，请众多观众对水围观，并纷纷用手机拍下记录。好在观众花真相甲英国队队员合影留念。当地的人都特别的热情，对，而很多都是那天我们在化妆的时候，他们已经在门口等着我们出去表演了。很多观众都是连续看了两天，连续看了多场的表演，对，最后一场表演完，当地的很多观众都是热泪盈眶，依依不舍。金浦青年英国队成立于2019年，现有男队员980多名，年龄在18到23岁之间。队长邓昌鼎表示，随着调音英国舞的直路走安，创作至今，金浦青年英国队受邀外出表演50多场次，最高峰直接派出近900人，完成四季英国队外出表演。其他包括杨虎、江苏无锡、山东瑞芳、河南新乡、河北秦皇岛、陕西竹林等地，将东华江舞带向外地，走向全国，把回水文化发扬光大。我们这个团队的梦想，就是想要把这个我们这个本地的非遗文化，直接直面的展现给全国各地的观众观看。接下去我们这个团队会扩招，继续扩招，同时会加紧训练，要把每个动作每个细节都要磨练好，可以带给更多的观众观看。机动车逆向行驶是直整比较严重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前者引发交通堵塞，等者造成严重事故。自如果是到隧道内逆行，吓住如经危险。近日，一个大埔因不熟悉路况，到市区逆行开进了海王隧道，所幸当时正达人行，无引发交通事故。最终，该名车主受到了交警部门的处罚。4月6日凌晨5点左右，一只挂伫河北的小轿车逆行驶向山头海王隧道内，不断甲正想行驶的车辆擦肩而过，险象环生。真惊险的折磨，非常咩就被交警后江大队发现。民警迅速查明当日该车的驾驶员是彭某，并通知其到交警部门接受调查处理。民警对驾驶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指出逆行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一旦与正常行驶的车辆发生碰撞，后果不堪设想。经民警询问调车，彭某交代，当时伊正开车准备转往惠州，因为对道路唔熟，就开错方向，到天山路海湾隧道口逆行往后江方向行驶，开无着远，发现不断有车辆迎面而来，才意识到家己行错路。何得当时正达人行隧道内车辆又少，无引发交通事故。最后，交警依法对彭某处以罚款500元，驾驶证记3分。在这里，我要呼吁广大驾驶员，今后驾车进入隧道前，一定要注意观察标示标线，不得随意超速、变道或者停车、掉头，严格遵照指示标志行驶，保证行车安全。到现在，有3000名而贫穷无国在之上，大体可以理解为龙江时代从清明节开始到端午节是整呢档烧屈上焦的时段，所有嘅节目必须质量控制，提高查找笑声。如今为了加强惠民政策及社会关爱，资讯嘅情况已不重蹈。
明早，为关心空难群众，辽库慈善总会、外沙吉尼慈善会、外沙街道基层社会组织联合会，在外沙街道界层级高挂家庭发放物资、送慰问金、送上温暖。活动中，主办单位为外沙街道及联合街道900多户残疾高挂家庭送上慰问金以及大米、酱油等爱心物资，并招募对部分困难群众进行走访慰问，了解伊那个实际困难，小会能改善生活，传递社会正能量。每人有二十斤大米、门神这个酱油甲慰问金900元，慰问金个。哦，村十八年个生活人啊，很多坑，看我今日个集中到广州地了个，帮助有困难个人哦，尽能民国力量，开国个人个，一种实现年代。今日来就欢喜，在乡里头人人人吼，到前头都要十八年啊，出人平时看过有来关心个样呢，感谢大家今日来关心，在人。外沙吉尼慈善会成立于1990年，现有会员300多人。慈善会自成立以来，积极弘扬和每支群的东华传统美德，至今共救助困难家庭3万多户，捐赠现金近400万元，以物9万多件。这三年来，咱做的工作主要是那欢喜以扶贫、助餐、甲接触高官人群为主体。加上这些要激人放荡症啊，激素救助的群体，真有帮助。调鸟西路界二曲兵出生到这个不幸的家庭，依家母亲拢是先天性残疾，因此满身装到衰处等，一运装出苦命人。不过在二曲兵到来个不幸跌倒严重受伤，这人以来顿时陷入困境。的在这消息后，有支援队立即为能来送去慰问金。二曲兵今年39岁，家也无亲，拢是先天残疾，基本无劳动能力。全家人只能依靠二曲兵78岁的父亲吴龙过生活。本来就十分困难，不幸的是，无着古仔，二曲兵到家来爬楼梯的时候，不小心跌落去，导致全身多处骨折。也过伊，那就到别下出去到就走只将去爬来个，就该偷个你上面好东西提六包，那只手去做只去治哦，治下就走经常做手术，那平日工作是了高级，那这该人就为下出来个，为手术的话就多几块手术做，嗯，那这该人就该人来到顶队，顶队都呼起呼落。而曲兵一家本来的生活就很不容易，早已经是遮太高度，即座独奏贝拉繁华，伊人根本无力钱听。就来就无地个留力个，无把个留力个，伊阿爸你不会做，70多岁啊不会做个。那我哩内黄湿个心脏病，这每月都采完药，怎么就去阿吃个？你这你阿就做啥？你我自家个就不需要去药阿吃。我是挂起阵海个阵窗，亲戚朋友少就都只有无海咯。伫在二曲兵一家个困境之后，当地有支援队立即发起筹款，为送去了慰问金，社会人来解决燃眉之急。支援队也辅助社会各界慷慨解难，小户子个家庭走出困境。社会热心人近边，系调节这个救生员这个情况来帮助伊自己能渡过这个难关。我后来也是介有身体残疾，见到自处咩多，接触医院个自己发了究竟是骨折，比较严重，住院出来后续还是这个其实介叫做这个康复治疗，导致个家庭已经是属于非常紧张的情况，而资金缺失个情况的话来加重个这件事，所以已经是处于最前火热主动。啊，都往啊，往时个属于自己耳根个啦。当时第一时间就是啊，对于自己微博个帮助。那个当时啊，呼唤那社会，就说热心力量来参与之处救助。哎，都感谢，都在下做呢。希望热心人就来守护。这些你唔系就做实际就多紧张个就对。同日，四川濑江市东兴区万达广场某餐馆发生骚扰并殴打两成个事件，侵犯之时故意伤害他人的男子李某松，当日被依法刑事拘留。
这起事件再次触痛了人们的神经。公正场所卡用此类件件的出现。警车四月三号凌晨，内蒙松定三名男子到赖岗市党兴区黄达广场某餐馆就餐。期间，内蒙松甲隔壁村农民两人打伤，被过后就对其进行殴打。据当地警方通报，目前农民小姐经检测治疗，身体无碍。当晚九点左右，内蒙松定三名涉事男子以交换配合跳车，内蒙松已被依法刑事拘留。该话交到警察部调车处理当。此时当，前麦达到餐馆骚扰殴打两人，本身就狂饮了涉事男子到道德秉承正面的徘徊。之前到公共场合公然侵权之事，故意伤害他人的恶劣行径，也已经触犯相关法律法规。涉事男子之前对社会道德底线及公共秩序生定较大的恶劣行径。伤害的仍然不止于受害者的身体。此前，当公共场合强势一方骚扰疑似被告，就强调自身到力量上的优势，对疑似施以暴力。之前恶劣行径所造成的冲击力，必然会给公正心理带来负面影响。换句话说，之前直接的暴力不但伤害了当事人，也对公正的安全感带来了未遂的伤害。特别注意的是，从媒体之灾扬言两方的硬龙台，涉事男子还准备吸烟，甲隔壁水果店的刀。之前的情形如果熟悉，也说明了当时现场的危险程度。实际上，类似案例之灾并未发生过。2022年6月10号凌晨，河北唐山某烧烤店就发生了一起侵权之事，暴力殴打他人瓦匠。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因此，瑞武依法严惩此类恶劣行为，欢迎到瑞武当时受害人利益的同时，消除其对社会心理层面带来的伤害。涉事拍人男子依法被刑事拘留，这是最无应的，也表明当地对其恶劣行径的零容忍态度。这几项受害者一个公道，也进入前多届类似犯罪行为，切实保障社会公正界安全感及个体尊严。